哎呦，久仰大名。您过奖。哎呦，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就看过您的修复视频，回国之后最想见的人也是您。只要您来古物研究所，钱啊、配置啊，您只管开口就可以了。有钱真好。 上次我那么诚挚的邀请您，您还要拒绝我，这件事情真的特别的伤害我。那这杯我喝。哎，别，一起。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句，你们古物研究所那帮师傅啊，真的不怎么样。他们不懂什么叫文化，什么叫意义。我替他们敬您一杯。 秦师傅，我也算是交浅言深了。我们小袁呢，和我一样，母亲过世比较早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叫什么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所以您会好好的当小袁的师傅的。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敬畏心？凭什么说我自作聪明？我想学呀、啊，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教我，又傲慢，又霸道，还一直用一堆云里雾里的大道理拦住真正想学修复的人。你才是最讨厌的人吧？你居然不正眼修海报，让你学小艺是要保护文物的。 不是这些废纸！你凭什么送我东西？我就撒！啊！你走了，你没事了。怎么搞成这样？秦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干嘛呢？怎么会搞成这样呢？啊，怎么了，这是？